家好，我来自骚扰业的 Lori 思思。你是书签控吗？还是你是甜食控？无论如何，你是被甜品的样貌而点入进来看影片，还是纯粹自己想动手做可爱的书签都好。相信大家看见以下标题，也知道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如何制作甜食版本的书签啦。好的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。Thank you.